张嘉倪跟老公买超结婚三年，近期一起出演在爱奇艺热播的综艺节目《妻子的浪漫旅行二》，豪宅摆设因此曝光。张嘉倪先前曾在其他节目中公开家中浴室样貌，环境奢华又宽敞。她当时边介绍边提醒众人：“我们家浴室挺无聊的，就是进去的时候别迷路就好了。”客厅范围也很大，不仅摆了一般家具，还放置了许许多多孩子们的大型玩具。就算小孩要在室内开车也不成问题，成为豪宅也不为过。非凡娱乐时事报道。